四分。实际上这个半局的相对只有两支安打而已。三振，哎，结果好球，把打击的王胜伟呢给三振。这个三振对赖鸿成还有对牛队这个半局确实也相当的重要，而且是冷不防塞了一个内角球。九节球打着挥棒落空，哇，上来之后呢，今天的赖鸿成不一样哦，连两 K 化解的危机，8-3，目前是兄弟相对领先。算数。结果连三 K 了，所以投球的确是有它的威力在，如果是能够找到出手点。当然之前呢，其实一直也跟刘朗总教练讨论到控球，挥棒落空，连四 K 了。今天不只是杀，而且超杀的，而且他今天最后那个进了一点哦，的确是没话讲。我们看到这个球变速球出去的一个轨迹，的确相当漂亮。而且最主要是他最后要下坠的时候，他还有带有一点深卡球进来。